摩可安安，什么？摩可，摩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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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。啊哈哈，安安安安你好，你有看狗狗的今天的影片吗？还没，还没看啊。那摩可好像是有关于我不确定是不是啦，因为我刚才稍微点一下点一下，我看到 HI 开头的在哪边，鬼鬼的新影片今天的、oh. 我不知道有没有对，我只是對我看到要算账咯鬼鬼真的一次做死很多人嘛、他上次就告诉我说什么有关我的彩蛋还是什么又是 87A 的那、看来这一次哎、不对啊，他没有问我哎、他就直接出那个踩在西瓜上面会爆炸那个这样不行 哦，这样不行哦，卡卡还是你跑去超市随便问了一颗，这样不算哦这样不算，跑去超市问一颗哎呀，猫狗今天没有团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跑去团圆了，可是他人挂着那翻新嘞，感谢超级流，吃完啦、吃完了，吃完了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没有吓到我，不好意思。这只牛，这只牛常常被人家误会成是羊，全白的、就是你这背后看到是白白的，看起来超像羊的。转过来，摸，一转头摸，拿剪刀还没有办法剪这样子。年快乐！哎、你们今天要开到几点？不知道哎、守岁，不确定。你们要守岁吗？守岁要到零早上哦。守岁什么意思啊？不熬夜不睡觉啊？对啊，就尽量熬嘛、有没有？可是守岁这样时数会爆。哦，没关系，那我守一下。还是就跟你一起守，反正爆了就给他爆吧。喊到说缺卡，然后再关就好了。好啊，我这边是我是顾家，所以没有其他人。顾家，你们就要关的时候，我就跟着一起关。好啊，不要再问说开到几点哦。好，关台喽！太快了。不可回来了。对呀、我刚刚去看影片。哦。所以有那个吗？是内容是什么？啊？他内容是谁？这次是谁？是你吗？你对啊，他应该是了，应该是了。你想要变你吗？我已经抽过我的彩蛋了，不用。真的？那个是我巧克力的嘛，再來是我嘛。嗯哼。然后再來是你，还有其他人？中间还有其他人吗？好像没有了吧？就现在就你们几个啊？对啊。今天要守岁，对啊，首次睡觉，想不到就新年快乐，红包风，开了自动跳跃没有？没开自动跳跃，这是装备效果。好，外挂，外挂，为什么要开外挂？你是不是故意把那个泥鳅装成蚯蚓的材质包？你别是泥鳅啦，讲反了吧？哦，对齁。啊。啊。耶，超级留言。Moco。嗯？你有听过泥鳅那个吗？有，你是说那个，就是一个画家的那个吗？路人。哦，好。没有，就是之前前一阵子睡觉，就是做梦嘛。那时候都在玩那个 ATM， 然后做梦也是做梦就梦到我在那个 ATM 里面拿成那个锄头到处挖地板，要抓那个蚯蚓出来。就拿了一堆蚯蚓在手上，然后就在梦里面我就听到这蚯蚓奇怪好像怎么那种小小的声音，我就靠近耳朵一听，听到他们大喊：“你不是泥鳅！”真的假的？这样做？做梦梦到这个，醒来就觉得很好笑。那你有没有吓到那时候？那我觉得很好笑。有啊，奇怪，感谢新年，感谢超级留言，新年快乐！
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说刚刚看雪屋，它有地下室，但是地下室走到一半就被堵住了。好、哦，崩塌了。你说女巫在下面看到有人走下来，就把门堵住吗？他就用石头把它堵住了。耶、yeah ，看到坏人。哎呀，哎，这里为什么有箱子？哎呀，为什么有箱子？好大声，就笑大声，我还关不掉他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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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苦力怕生怪砖，哇，啊，好屌哦！苦力怕生怪砖，苦力怕生怪砖，对，这模组有办法把生怪砖带回家吗？其他应该是有吧，只是我还没看到相对应的模组。我知道有模组可以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装，不然的话就可以移位置，自己放到自己想要的位置。嗯，这样真的很棒。可以吧？应该是有相对应的模组，只是要找一下。哎、欸，我找到寒冰地牢哎、欸！寒冰地牢？那什么？对，飞过去。里面都是冰块，都是冰块，然后很多生怪砖，然后。它是可以攻略的那种啊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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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我们要不要来玩啊？我来了！哦，我还在转换语言中。你们加油，我会死掉。没关系。哦，对啊，就是这种地牢里面的东西特别烂啊，特别烂。等一下，我刚才以为你要说特别好。可是里面还有好多生怪砖哦。对啊，所有的生怪砖碎片都是这样刷来的。哦。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力量攻力量效果强力一，哦，是簡體吧，因为我不是简体，有人挂机下载二零古堡七来玩，哎、欸，二零古堡七好玩吗？我上那时候看卤蛋稍微玩一下，他卡在后面打一个 boss， 然后就一直刷，一直刷，一直刷，一直刷。现在不是要玩《恶灵古堡》重置二代吗、嗯？我记得重置二代是最近的啊。对，最近刚出重置。嗯，这里面真的好烂哦，这箱子。我找到好东西，我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我精品，居然可以做出来。对，整金砖就是砖。金砖、啊，金砖我已经开始种啦、啊，黄金已经开始种啦、啊。好、啊，对啊，黄金已经开始种啦、啊。你我今天看到不够的青金石精华而已。我是在挂网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在领东西啦，黑啦。嗯，应该是杰克吧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跟我，大概三点多的时候吧，因为我在睡觉，然后声音开着，就听到有人在开箱子，有人在拿东西的声音。嗯，就听到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吭开箱的声音。告你没事，放心吧。你们不要过来那边，繁星会把你们弄死。我帮你们挡，我帮你们挡。好多生怪砖哦，走开啦！当，哎、欸，有火把，需要火把。嗯，哎、欸，有上楼哎、欸。我发现我现在装备，我只要头抬上面，它就会往上爬、欸，哎，自动跳跃的那一种吗？哦，好棒哦！对啊，你的是巫师的，你的那个装备是不是？我的是写魔法的装备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有穿衣服的、欸，嗯，生怪装可以用 Amy K 的纸箱搬走，好哦，纸箱哦，看一下，打纸箱吗？你可以省的吗？看一下，来搜寻一下。Mechanism、嗯、的纸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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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一个啊？就纸箱两个字吗？看看，要
姜拿去炸自己炸，木头拿去炸自己炸，炸完之后变木箱，木箱就可以做纸箱。这个吗？纸箱，纸箱的话要压缩锯末，还需要打包袋。打包袋的话需要木浆或是树皮。哦，这个我应该可以直接用磨粉机磨吧？对啊，磨粉机啊。我要用什么磨？他怎么没讲？哦，斧头。啊，直接用磨粉机磨就好了，我不需要做纸浆啊。哎呦，我那边有磨粉机啊！啊，不要！不要炸我！那直接去我家那边就有磨粉机啦，那就可以把那个啦，反物质的带上来啦，不用一直在下面等。嗯、有啊，我有 Ender IO 的磨粉机。我觉得我这里可以记个点之后把生怪砖给带回去，就可以做一个生怪塔了。啊！我掉下来了。这个水，感谢苦力帕。哎咻，这里上不去吗？上不去。跳。考虑做个听歌狗吗？还没啊。好好奇哦。哎咻，在这里做个点，记个点。啊，这边新建一个地牢 ，OK， 保存。好，然后跳窗，好。嗯 ，OK。是杰克。杰克。啊，你不是在摸两圈？啊，对啊，摸完了。我摸完了。有摸到什么东西吗？没输哦，你说摸两圈是那个东西哦、啊、游泳嘿，我还以为猫口会玩吗 no、啊、不去学一下来玩一下吗？我怕我赢你们啊，抱歉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好痛你身上也太多装备了吧，说脸上东西吗？对啊，哦，我就是今天这样子没有吓到 Moco， 我很伤心。他真的，你看看你做坏事，我做好事，偷偷做坏事，好事啊！好，这之后我再来收生怪砖。好像没有一些特殊的僵尸，你那个特殊僵尸的生怪砖也是在地牢里面找到的吗？对啊，就会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新年快乐！我第一次被斗内吓到了，是那个数字超大，哦，那一定吓到啊！我上次还是看错数字，100看成10块。感谢九口，新年快乐！哦，那个是指往下挖，往下挖，挖到一个矿坑，就洞穴里面突然就蹦出来的。那时候我一下子，你做额外的生怪砖吗？对啊，它是独立的。哦，就跟一般野外的生怪砖一样这样子啊。听可要融金的话蛮久的，哎，对啊，我要怎么让我的听可可以融装备啊？融装备吗？对啊，因为不然我都跑去你家偷偷烧，可是烧那个等于是跟那个熔炉烧一样啊，只给力而已。嗯，金力啊，铁力那样的。啊，有办法吗？解说热量超累个，他进你的声音有点断。我还在材质包。好，等你材质包弄完再讲吧，不然你的声音现在超断。好。我好帅，我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
哦，对啊，但是岩浆的温度要怎么够高啊？怎么提升？我现在温度是1300，怎么提升它？还是要再做另外一台？燃料输入器。燃料输入器。你看我家右边的那个漏斗，它后面有一个方块。好。再去你家。好多蜘蛛生怪砖哦。上面还有一个那个哎、欸，矿物神殿哎、欸。哎呦，你说漏斗后面吗？在、哎、咬我了，走开了。你说矿物神殿是之前那个挖好几次的那个吗？可以挖很多次的那个矿物神殿。你等那个完再讲好了。对啊。右边。右边。右。右。哦，找到了。我爬楼梯好快哦，爬楼梯爬到会飞起来哎、欸，超快的哎、欸！燃料输入，我再爬一次，冲啊！咻咻，要漏斗，要黑头跟漏斗。月月有没有寄芝麻的门边几个提早下班？提早下班吗？你们听话，不要让莫德这么辛苦啊！虎机没有虎机啊？正耶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回家了。钻石，四个，这个放这里，这里是说这蜜蜂是不是要鉴定啊？看一下，这里蜜蜂基因蜂房，蜜蜂基因品种，好，这个等一下再看。蜂房需要一个蜂巢，再加上一些的，蜂箱。哎呦，不要咬我啦！走开啦！是啦。养蜂人，养蜂箱车，抓生怪砖的话 C1C 里面好像有另外一个东西是包包的可以抓生怪砖哦，好哦，之后我们再看看吧，如果觉得太麻烦不好做的话我们直接用纸箱就行了。安安抓安安安安，我想去睡觉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都可以挂着吗？我应该不会死掉吧？你把自己埋起来啊。好。回家。等一下，我先研究一下。搬箱工具哦，你说法杖吗？法杖我有啊，之前有啊，那是另外一个模组包的。走碎吗？尽量咯，尽量咯，真的是尽量咯。孵化间，风箱组，日光灯。看一下看看，让我看看，他有没有鉴定蜜蜂的东西啊？他要有那本书，书我有啦，可是我要怎么鉴定他？他的仪器。
我现在在找他的仪器。A P。这个吗？基因数据库。哎、欸，好像是。所以我要先有这些东西喽，然后再用木工机去合。好，我要先做出木工机。木工机的话，需要一些青铜锭、坚固部件。OK， 简单，青铜锭。我们家在哪里啊？家在这里，冲啊！找固体燃料。走走走走走。之后我们再做生怪塔，今天不是要做生怪塔，今天要先养蜜蜂。好远哦，700多个，慢慢走。不是要种钻石吗？对啊，我要种钻石啊，所以我要先养蜜蜂啊。对啊，我要先养蜜蜂才能种钻石，因为种钻石的材料有一个东西是需要用到蜂王浆。那我现在要先想办法养出可以生出蜂王浆的蜜蜂。哪的？哈基家。然后看那个怎么让它升温。哦，看一下，速度升级要差这个啊。可以跳高跟自动爬升。很方便，对啊，还蛮方便的。可是有时候跳太高也很麻烦，例如我要跳进一个小洞的话，跳太高就不好跳进去。刚刚庞西杰克加入游戏了。庞西东，走走走走，我们家应该就在这座山后面了，快到了。我是不是要把我家开个后门啊？让我绕一圈。耶，我家后面好可怕啊！这个有密集恐惧症的应该会不舒服。很小，很小，爬山。这里上得去吗？上不去，上去，上不去，上去，上不去，上去，可以，可以。很小。啊，甘蔗啊！跳跳。哦，卡卡卡卡卡。甘蔗，你去甘蔗。没有啦。这个跳不上去。自己收甘蔗。跳跳上山喽！哟，上来了。太少。登山喽！我登完山了，我下山了。然后我们先做 APP， 做 APP 的话，我们先做这个青铜。青铜的话要怎么融啊？哦，青铜一体，青铜一体一个席，三铜一席三铜。好啊，对了，哈基啊，他关耳机，他听不到，算了。
画面卡住啦，卡住啦。一喜三同，头盔耐久度又很快，之后要想办法去修它。哎，这里面是什么？哎，有铜哎。一喜三同，也就是说我还要再丢两颗铜，再丢两颗喜，加喜，这样。有人叫我，阿季，你订的东西快满出来了，你还不来领吗？要被领光了哦，要被偷光了吗？对啊，好，可是我现在还在材质吗？好好，感受到了，好好，我到底要从？哎、欸，阿季，我没有。你觉得我要重开还是等他？我觉得你还没跑完吗？就语言改好了，现在材质包还没跑完。聊天是放左边吗？放左边，改好右边不好吗？跑了至少十分钟了吧？感觉应该也差不多快好了吧？你再等他个五分钟，如果再不行的话。就等一下，先不改材质包吧。好，也是啦。哎、欸，哈基，你那个升级的为什么要放64个啊？什么比较快吗？就是你那个啊，什么输入那个的加速那个、啊。对。哦，加超快的、欸。哦，好。你没放那个的话，你放煤炭进去，它慢慢烧，慢慢烧。我放这个64个之后，你发现它直接放煤炭就直接飙到2020。好。速度超快。好。好。好。坐起来，好，坐。等到9:23，他还没好，我就重开。好，好，然后等到弄完就9:40。好，好，我们不会关台的。好，好。这里先做个坚固部件。有坚固部件，然后。六个加玻璃，刚好两个玻璃。哒哒，出来。六个玻璃有了。哇，我要去你家偷金银。来，可是你家，你我看星星石王快没了哎、欸。真的吗？对啊。还是有人偷拿没有说。应该有人拿吧，照理来说同期中的应该数量差不多啊，他的时间应该比黄金有，应该有人拿啦，他的数量应该会比黄金多才对啊，因为他比 黄金早中啊，黄金都有300多个了，应该是有人拿啦。木工机我要放哪里啊，放这里好了，木工机放这里，它需要电，好。感谢饭桶女王超级留言，封啥？是女王。现在流行下凡心，有啦，吓到了。是女王留言啊。木工机这里放个，然后煤炭，需要煤炭，煤炭。探探探探探，这里给我探。小朋友，小朋友怎么了？没吓到有啦。无法工作，为什么它显示无法工作？合成表。我会发现匹配的合成表，所以我要先做合成表。基因学大师，我只能做这个吧。
钻石末影之眼，好，末影之眼，好久不见的女王，对啊，好久不见的，大家有没有想她？有吗？好了，哦，千墨旅哦，你好了，哎，都对哈、哦、，IP， 这个。然后玻璃片，玻璃片再加上黑曜石跟什么钻石吗？钻石、啊、这么贵哦？铜跟锡有多出来多了很多，蛮多的，已经快满一箱了，快满一个抽屉柜了。太好了，我要去偷一点锡。锡超世界无敌有够缺，感受到了，来一家。超级缺席、no, 缺席名单哦、oh, 缺席，我的台在哪里？旷课啊，记啊，旷课记啊，我的台在哪、啊、去 NoNo Life 找繁星啊， NoNo Life 找繁星，蓝色 ID 的就是我，不绿色的就是我。你是哪一个啊？是同左边的，其实左边的这个，哇，好一千多耶。嗨，压印机有没有比较可以放一次比较多的东西啊？打印机，压印机，你只能一次一个一个放，因为它是一次做一个，不能用什么漏斗之类的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要自己，有嘞，它不是有上面的东西跟下面的东西，就是配合你那个压印机的上面跟下面，哎，它的上面那个平面你。漏斗倒进去就是它就是放上面，因为下面的那个平面你东西从那边倒进去它就是放下面，然后左右边倒进去的就是放旁边的。啊，我想说我要一直看着也太累了。我的装备就很简单啊，不过等级是史诗咯。苹果好大颗哦，吃好久。白痴哦。根签，铝根签，找不到下午的技巧，不用下了啦，下不到了啦，不要下了，不用下了，不用下了，下不到，下下下下下下下 ，Everybody， 下下，天地，我要钱呢，然后我还在加什么？我还要加水吗？谁敲我？这样子了。耶 ，A 天三。我的水桶。我的水桶呢？哦，在这。他可以直接倒水进去吗？哦，可以。哦，有了有，开始运作了。倒水，倒水。游戏没声音，那你游戏没声音，你是不是耳机拉到了、啊？等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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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想再等了。你先问观众有没有声音吧，有观众有声音就好了。我自己听没听到声音的话，应该就是没了。哎、欸，没有、哦，没有、哦。我之前也是耳机拉到，然后我听没声音，然后观众说有声音，那我看记录档也是有声音。哦。哎，你问一下，我看输出音效是没跳那个。哇，那你输出音效没跳，那就真的没有了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是输出音效有在跳，然后我自己听不到声音。QQ QQ， 没关系啦，没声音，听我们的声音就好了。对啊，因为你麦块音效也没有，麦块没音效没出来哦。为什么不关赖的音效？没有啊。好，我要去音乐家订购的东西好了，耶、yeah! 啊！你要付钱哦，要付钱哦，要付钱。对啊，要付多少钱？要付你订购两种不同的东西嘛，20个火力碎片，20个火力碎片。哎，哦，一种10个哦，这样也很赚哎。
好，很便宜了吧？很便宜了哎、欸！天啊，去地狱一趟就有了、欸。活力碎片长什么样子啊？嗯，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很像海灵石碎片那种。哎、欸，你去看他那个云月家的那个箱子，农田箱子旁边有。嗯，我已经回来的时候，等一下我去找一下。活力碎片。我要怎么丢啊？是不是在问哈记音效那个？没有啦。嗯、我这个 A P P 怎么用啊？我不会用啊。哎、欸，你说密封的吗？借我、啊、借我。然后嘞？你会用吗？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还没玩的时候有。啊，你密封在哪里？密封在这里。怎么玩啊？哎、欸，这密封等级也太高了吧。就真有19个啊！我那是不是直接丢给你了？有吗？好像不是这一台、欸，不是这一台吗？我买错台了。对。啊！但我要再买一台啊！哪一台？你可以跟我讲大概吗？哦，是这一台吧？叫什么？啊？叫什么名字？可是这台看起来是花朵的啊，不是啊？它好像是黄黄的。它这台看起来是花朵的哎、欸，还是还有蜜蜂的啊？活化水晶碎片是？对、哦，这个吗？这个吗？纳尼？是不是林业元素巨库啊？我不确定你的跟我的看的是不是一样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吗？林业元素巨库吗？这个吗？对啊，我记得是那个哎、欸。哦，好，我买错台了，我买错台 APP 啊。哦，我没有挖到哎、欸。我记得我之前有那个东西不见了，还是我之前有跟你拿？应该有拿了，应该有拿了。好、啊，那你就直接拿吧。对，我记得好像只有十几个。等下就再去挖。好。啊、等下应该泡一下岩浆吧，泡一泡再去地狱。我很缺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越多越好。他什么都要那一个，重点是他做不到，种不到。那个还不能种。哇，铜矿。哦，你的车票改这样真的很棒耶，哈吉。车票怎样？是你的地板改成经验的啊。哦，对啊，方便啊。我已经学了。你就走过去点点点，点个三下就可以走了。对啊，十二，然后就忘记了买回程车票了。有啦有啦有啦，我们都有做了啦。其他的家也有车票可以用啊。陆续更新，陆续更新。欸、那个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啊。啊？多了好多速度升级哦。做太多了。水晶碎片是要去地狱挖的嘞。我们现在只能从地狱挖，如果我们中介之后打完中介龙，也可以在中介挖。哦，嗯，太多了，快退货，七天鉴赏期，他不给退啊，他不给退啊，谁会知道做一次给啊？对啊，做一次给四个，哇，这我有啥？